今天天气变得好热好热，真的好热啊！起床喽！好热，好热啊！受得了吧？头好昏啊！我来帮你。好舒服啊！水没了。怎么办呢？阿坤先生想让他的朋友舒服一点，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走。别想走。他决定带大家前往一个好地方。这里是快来看！哇，终于到了！终于找到最凉爽的新家了。